将令化真袍披星大月不关此劳，叫咱发配沙门刀暗地保护。走，你走。只因叫咱二货好打不平，被奸逆陷害，发配沙门海刀，是俺人堂会奉杨元帅将令乔装改扮，暗中保护，这一路行来未见重要。看天时不早，待俺甩开大步走早言。本来店家，店家长官坐殿的啊，店家，我来问你，三官上将交战可打此经过？您是找人的？哦，正是。我这儿没有。您呢？到那边问问去。说来。客官，我跟您说了，我这儿没有。俺要住人店。哦，您是住店的。里边请。请吧，您们。放下。对了，客官，您还用点什么？啊，店家，哦，我来问你，方才可有两个劫差押着一大汉之在你的店中？我说这位客官，您认识这个焦赞吗？哦，不相识。这就怪了，不是？您既然不认识他，就三番两次的打听他，您要干什么？怎么，俺便问不得吗？问的。问的，他我这儿没有啊。不问。说什么？没什么，伺候的您呢。啊，店家，好，看天时不早，你我各讨方便。是了，走，走着。与我走。神色慌张，今晚还要小心一二。